真的喜欢上你了，怎么办？李承熙，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你了，怎么办？李承熙，我小雅，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你了。小雅，之前是否得过什么重症？那就是了。他因受了刺激，引发了这个病症。后续不能再给他刺激，不然会导致他的病情更加严重，活不过三个月呀。老大。老大，老大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你口口声声说喜欢他，难道就这么不顾他的性命吗？你是让他记起回忆爱你，然后死去，还是让他就这样快快乐乐的活一辈子？如果你真的喜欢小燕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他面前。夫妻对拜，夜雾不语时，说了再多也差不多。等一下，李承熙，今日是我与小燕的大喜之日，你干什么？李承熙，你别欺人太甚，我和小燕你情我愿，你别再次捣乱。你情我愿，你敢当着小妍的面说成亲之事你问心无愧？我确实买通了大夫，可那又如何？你纠缠着小妍，唯有这样才能让你放过小妍，放过我们。是哪儿啊？这不是说好了不成亲吗？怎么回事？老大，你刚刚被控制住了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脑袋有点晕。怎么会这样？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
小妍本已推迟婚礼，今早却突然改变主意，这其中定有人故意而为之。小妍，你别误会，我怎么可能干这样的事？